比赛很盛行，然后就把裁判手已经举起来，我就觉得我们赢了，我就站起来，然后闭上眼睛旋转了一圈，哎，大家在那边一，他就这样说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紧张，这很常发生。他握着你的手，对，他就握着我的手，我就吐了。啊然后我里面就放了很大声的音乐，这样，然后我就突然想放屁，我就放了。我朋友直接回头说：“然后他说：“你们以前的惩罚有这么猛的吗？”我觉得已经很猛了。我们就当做没事。快来娱乐超死个脸书粉丝专页按赞。